狗狗都不见了，难道被养走我了？可以扔个钓竿吗？给我金钓竿或银钓竿。我狗都跑请掉了教。吗？狗狗应该是被……哎呦，看到一没有只，吧，对吧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哎，五个把它用掉了。算了，有一只狗也好。哎，狗狗，跟我走吧，我们去找甘蔗。哇，练习赛雪片就是强力士啊，不然就火焰呐、啊。然后这次赛就什么都没了，难过。难过。有没有甘蔗？哎呦，其实养一只狗也好，因为方圆本里看不到第二只狗了，应该都被养走了，不然就被不干可掉。能呐、啊。他们会迁徙吗？妈，这追故宫追到跑掉了。也有可能。故宫迁徙部队，然后都没有甘蔗，沿着水走都没有甘蔗，令人难过。这边就是底了。这还蛮好，都没有遇到人。就是怕，好想窜尿啊。有看到鸡，啥不好？甘蔗，真的假？有甘蔗，太神了！可是没有钻石。然后他吃苹果回来了，哇，好猛啊！帮他做了一个苹果吧。你们有哎呦，皮革吗？还有什你么？们有皮革吗？我可以写字也回来了。好像是哦。这峡谷好危险！你们有皮革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路上不是有牛？没有看到牛。不然找个人。找人吗？把人皮扒了。觉得怕，你们好嗜血把那个啊！靠背，有名条，我要撤了，我要撤了，不能再留了，我要撤来，了。对，你先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明天又不见了，想起来了。哎呦，小鸡他们那一队，我先撤了。踢他们。都是那一堆啊。垂直往下挖。挖，垂直往下挖两个。哦，砾石。挖。哇！怎样？你要死了？我要死了，我被砾石压死了。好，我算是存活下来了，侥幸啊！狗被压死了。好亏哦！很亏。你不是往下挖吗？怎么会？我突然忘记读，太紧张了。我你忘是记拿砾挖往石下放你头面。上是不是？对啊，拿砾石放我头上。他们很聪明啊。没有失败，这变得显得很蠢，糟糕。我很蠢，没办法。哇，完成一个钓竿也不给我哎，没了。断了啊，爆了，只有一杆，命名好牌，哎，还可以再用。扯啊！好了，那我就至少先把甘蔗还给你们。爆喽，没了。
对，什么都不捅。哎呀，你们的坐标能报给我一下吗？怎么报啊？一个在钓，一个在地底。你知道从地标走还是地底走？地底走。那你可以讲个杰瑞坐标可以报给他吗？我要报我钓鱼的坐标吗？啊，你钓杰瑞的坐标。128。哦。128。负130。130128130。是你飞安安。嗯，好，130。史莱姆声音。好，把所有东西都丢给杰瑞，就是他。哎，峡谷没有史莱姆，我想好像是大，中大。真的？好，拜拜。怎么了？你要死了？没有，刚没有，刚刚看到史莱姆，跟他讲拜拜，他直接跳岩浆，我不知道想什么。嗯128负138。130。130啊，130，还要再挖一点。燃烧的那些点。啊，高度多少？十一。十一哦，好，往下挖。嗯，想过去。嗯。哦，靠！你从哪下来的？嗯。有够阴险。看到钻石，你看到钻石了，可惜我们没有皮革。很多钻石啊，你确定不找皮革来？嗯，我现在也不太适合找皮革啊。哇，我觉得哈，走得太快。刚刚你们说我去扒人皮，但是有三个人想要扒我的皮。你确定他们找到你？啊？他们找到你啊？有没有被跟踪？不是吧？被跟踪汪汪也不会这么淡定啊！他们跟踪吗？我想想看哈。我回去找找看那个路。没有，你刚刚不是被自己的历史压到？我当然不是被自己的历史压到。不然你哪来历史压你？你往下挖不是吗？他们拿历史压我啊。哦。哦，他们打开历史，然后压丢历史。哦，所以你们以为我用历史压自己是不是？对，我想说被自己蠢到。没有这么蠢啦，而且被自己历史压不会被压那么多血。对，他们是有看到的。他们有看到我，但是他们没有跟过来。因为他们看到我挖垂直坑，他们下不来。你怎么，你挖多深啊？啊你怎么没有在头上再补方块啊？哦，当时比较紧急啊，我怕人错了就会忘记做一些事情。你在挖土？我要过来了。你接近了吗？我接近了。到附近了。你站起来，
我站起来。还在那边啊？有。所以没有皮革哦。没有皮革，但是我很多甘蔗，我可以给你们。刚好爆掉。出不来。啊。我这边有12个甘蔗，放箱子里。好可怕啊！啊，想嘘嘘，先去嘘一下。对啊。哎，好，我就站这边。现在是15。目前还是填，目前还是填两块钱给我，要上去吗？没用。你要打什么？一个啊，就一个皮克就好了。嗯。黄金不够，太凶了，目前只有一颗。哎呀，我这边有9根羽毛，我们可以做更多剑士。嗯，可是血量不够，血量不够，血量不够，可以挡一刀就够了。嗯，先去挖历史，哦、对，历史在那边。嗯，啊不对，历史在那边没有错，犯蠢。嗯，真的？怎么了？上上去看看。好啊。嗯，带着弓有威吓作用，吓死他们。七个不够。嗯，好。嗯。哎，这样子，我觉得先放东西。嗯，反正有铁装了。哎呀，有，刚看到。没有整套。没有整套，我身上整套给你穿好了。如果等一下铁不够的话，那你要找得到我、啊。嗯，没关系，等一下遇到再说。遇到再说。合成台上有铁。合成台上有铁。合成台的上面有铁。没有挖干净的铁。哦。嗯。哇，九颗钻石。半组的弓箭，等一下给你。怎么用？哦，繁星荷叶。嗯，来去堵一下后路好了。58是天黑吗？不是哦，嗯，哦对，58是天黑。这样，记错了，还要停掉。楼上还有女巫，怕哦。那怎么打皮革？
哦，好多鱼哦，烤一下好了。我刚刚上去的时候。